那怎么都见家长了，还不稍微穿得正式一点？啊，见卧室还见家长了？离就离，哎呀，不要！所有爱执着自疼。爸爸，好儿子呀！你大爷！啊？家人们，这人生真跟小说似的。我在咱们公寓找着我18年未见的爸爸了。哇，这么狗血的吗？妈呀！就是前几天小何找我说让我作为咱们的代表，当然我也没跟你们商量啊，我就跟他们一块拍张照片，就这张。我看照片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疑点，你看我边上这男的，你看他脖子上戴着只有我爸才有的这个坠儿，我确定这东西肯定是我爸的，因为另一半在我手上。这种认亲大戏求围观。哎，行，我都找过了啊，他就在咱家楼上，明儿跟我一块去啊。赶紧睡美容觉吧，累了。哎，朋友们，你们都在吗？我爸为了认我这儿子呀，特意在今天准备了盛宴，我带你们吃席去啊。可可 ，Hello， 我给叔叔带了一些礼物，带来了我们的真茶真果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，谢谢，有淡淡的茶香，嚼得到的真实果粒，而且又搭配了优质的生牛乳，来一口超好喝的真果粒，推理更顺利，而且一定要祝你认亲顺利，谢谢，这样等看见我爸，你再跟他说一遍，好嘞，我再说一遍，真茶真果，因为你说这我实在没背下来，是吧？好，太好了啊，好嘞，谢谢，我替我爸先谢谢你，坐会儿嘛。你说咱们都盛装出席，给我这整的怪，心潮澎湃，这不是你要求的吗？是我要求的，那怎么都见家长了，还不稍微穿的正式一点？啊，见卧室还见家长了？嗨，哎呦，宋老师，这梦露，这你看一下子，盛装出席，可以吗？非常可以。你也没盛装啊？我挺盛的，这是我剩下的那一装。你不得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今天请我们到这儿来？是，确实是这个。你想一下，这是我多少人？好。这个我呀。很小的时候就和我爸失散了，几岁的时候你记得吗？我8岁。对，那你从小在哪长大的？孤儿院，就是8岁之前还是有家庭的温暖了。后来这个我爸爸就找不着了。我26了，每年我过生日，我爸都给我写一封这个生日贺卡。就你爸还会给你写贺卡？那怎么收到的呢？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他爸在默默关注他，对，默默的关注着他。所以你就啥都不知道，你8岁，然后就被丢到孤儿院，也没见过你爸，现在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就看到了一个玉佩，就光看一照片。行，我带大家眼见。我看照片我就觉得很熟悉，就说不上来怎么那么熟悉。一会儿我们就看看能有多熟悉。哎，走吧。欢迎大家，我是这家的管家，叫尹管家。我记得我们老板说呀，18年前他和孩子啊失去了联络，我以为只有一位，没想到是6位啊！啊，那么太能生了，太能生了，失敬失敬了。对，我们还有一哥们儿隐身了，你没看着，其实是这个。居家呀，为了迎接各位的到来，已经精心准备了一个上午，都没出门。我提醒一下佑佑啊，千万不要慌，稳住，多配合。已经开始慌了。哎，各位，
你得拍他们的相认啊！你快，你快，你快！你多大病啊！你半夜偷偷穿我裙子，我穿你裙子，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裙子都穿了三回了，还要再穿？我不需要你。穿你裙子，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裙子都穿了三回了，还要再穿？哎，我说你一个事业有成、成功人士啊，你也不出去玩，你天天就搁家洗衣服、做饭、织毛衣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要把你打造成世界最雍容华贵的夫人。拉倒吧，你在我心目当中，我真受不了了。你每天你就这么对我，你就这么对我好，谁能过呀这日子呀？我不希望你再看我一眼，我觉得我还不够在你面前出现的资格。那就别过了呗。别，我可以为你离去。哎，对不起，是我电话。你挂了。这是品，您好。确实刚发现。我好惊讶，怎么突然间出现这么多人？但是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佑佑吧？很像你猜错，但是你没猜错。爸爸，你能这么叫我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你可以，你再叫一声，再叫一声，快当着所有摄像机的面。好儿子呀！你大爷！好。你大爷！又是我，又是我！你把手机给我砸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影响我情绪啊！哈，我情绪都没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往里边来，跟我啊，当着所有的面来见证今天这个神圣的时刻。又带着这个的吗？带了，又来，又。一二走，嘿，真的是我的佑佑，我是你的爸爸郑成功呀。刚才呢，我跟你的妈妈呀，吵了一点架，吵了一点架。你呢，就帮爸爸呀去哄哄你的妈妈。妈呀，儿子，你是我儿子吗？我是您儿子。你真是我儿子吗？我真是你儿子。你千真万确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儿子吗？我千真万确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妈想你、啊、我也想您啊，妈妈。我怎么感觉这爸妈丢了这孩子挺高兴啊？这找着了，找戏了，你能不能理解点人母子情？对呀、啊，妈妈对你好凶啊，为什么？这妈妈对我好针对。哪来的这么漂亮小姑娘，这么不尊重你妈呀？妈妈，啊，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，这是儿媳妇吗？你别讲，孩子现在还不是了。别瞎叫，没事，根本就没有。咱不今儿不是认亲吗？我认亲来了，儿子。哎妈，你知道这啥吗？这就是盘桃。盘桃，你得盘。我一猜就是。对，拿着。又讨你了。桃拿着，来，这个盘的好。还有没有？那小伙来。这小伙挺帅哈，也那么回事吧。这比你爸强。你看，我爸还在这儿。没事，他不在乎。这你也拿一个来，我拿一拿。岁数大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个呀，就咱们家这个桃啊，它美容养颜。哟啊，吃了之后啊，你说皮肤倍儿好。是吗？对，你就给大家多展示一下这个桃啊。
不展示，对，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。他先吃上了。对呀、啊。Hello， 你能不能对准主角？没有。哎呦哎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这是你妹妹，这我是幸运，这是我儿子，幸运，小巨，这是一个幸运的桃，我就把这个幸运的桃给你。我这也是一个，那你怎么拿别人的桃啊？那不行，拿我的桃，妈妈的桃也不行，那你只能拿我一个女性的桃。这是你爷爷，哦，这是真孙子啊。这都是假孙子是吧？我不会，我是多少年没见了。值了。还有我呢。这是你小叔。小叔啊！多年在外边饿瘦了不长个了都。